喂，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来，但没人接。没什么，我只是来电问候一下，忙吗？对了，我刚在尖沙咀找了新工作，我想找个方便的时间拿回我的东西，还有把你家的钥匙还给你。你明天不用上班，那么我大概下午一点钟到你家好吗？好的，我等你。我想如果你不在家会比较好。好的，你有钥匙吗？我有。再见。再见。王 Sir， 我已经到了案发现场了。死者是一名区议员，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别废话了，我已经到了。你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我当时在后巷捡垃圾，就看见那个死人躺在地上。王 Sir，啊，雷点盐在里边了。发现尸体的时候，死者有什么反应？我没有啊。王 Sir， 正在查，明天给你个报告吧。好，谢谢。别以为有第六灵感追凶，我们是警察，要讲证据的，干活。王姐，外面的赵姐找你。好，谢谢。好，来了，警察。奶茶西多士。西多士。奶茶菠萝包。买个你原来做的那个吧。难道是是不是赵记的那一个？不是。赵记那叫什么名字？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不过在十一楼老李的女儿好像就是。哎呀，什么好像啊，就是她，天天穿着肚兜招摇过市，还不是妓女。做妓女，他父母知不知道啊？哎呀，连你都知道了，他父母怎么会不知道啊？他老爸说不认他做女儿了。我不管人家怎么教，总之你做我的女儿就必须十一点钟前回家。我不管你在外面干什么，我也管不了。总之你在外面生个野种，你看我让不让你进家门？其实我很开通的，管你在外面干什么呢？哪怕你做妓女啊，你不跟我住，我可以不管。你跟我一起住，就不能丢我的脸？是不是？那他收多少钱？是吧？怎么样啊？好像是对劲儿啊！你要帮忙吗？走了，就是啊，我有这么回事儿。国际船务在几楼？五楼。请问友联建筑在几楼啊？十一楼。谢谢。请问中联建筑在几楼啊？八楼。
请问卖凤凰胶的那家健康食品店在几楼啊？请问，我想问卖……请问 R Shop 在几楼啊？三楼3160。好，谢谢。你怎么搞的？回答他不回答我。我带你去吧。有几十个北方妞来到我们夜总会工作，你和丹尼商量好了没有？丹尼在澳门找了10个俄罗斯妞，10个本地的。威哥，请翻翻身。鸡妈在我的厂子带走了10几个妞，跳槽到甘泉那厂子去了，他真行，弄得我乱了阵脚。阿荣，有没有带弟兄们去恭贺他履新啊？伟哥，我叫了。好。さよならください、ください、ください。さよならください、ください、ください。さよならください、ください、おきげんよ。さよならください。哎，大佐，おめえの日本語下手そうだな。日本の東先生のしべけさんだ。しばらく。しばらく。あれだ。来香港吃好的。なんだ、歩いてきたんだよ。こんなところでお前と会うの思わなかったんだよ。哎，真不够朋友，来香港也不找我。なんだよ、仕事で来たんだよ、仕事。哦，哎，仕事。仕事。よしよし。仕事。哎，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给你洗神。OK。啊，九州的。九州。啊，条件呢？あのホテル、那五七楼呢？五七楼。あのレストラン。啊。I know, I know, I know。わかりますか？わかります。啊。OK 啊。嗯。我妨碍你办正经事了，哎，辛苦的，辛苦的，加加你，哎，给那日本人付账，知道伟哥，爸爸，给我按摩。Hello, Mr. Nakamura. Hello. So I have already choose two very, very beautiful girls for you. And two. Yes. Jackson. This is the room key.Enjoy yourself tonigh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Enjoy yourself.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Please tell me, Mr. Kim. I'm very appreciate. What did he do? Of course. I'll tell him.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Bye-bye. Bye-bye. Enjoy yourself. Thank you.喂，找我什么事？在哪儿啊？我正回来。不用回来了，老板叫你这两天不要出现。维哥叫他的手下在楼下等你，文明对你不利啊！你找个地方躲一躲，咱全哥摆平这件事再说吧。那我该怎么办啊？总而言之，你别露面就是了。喂，安澜，是我，这次你一定要帮我。你行了，今天晚上11点你去公司见他，我会安排的。往后的事看你自己了，可能我帮不了你了。维哥，你好。哦，你真给我好关照，水镜何飞。哼，小伙计们早点走，早点休息。你留下，阿光留下。是，维哥。维哥，我不是吃里扒外的人呢，我一向很尊重你老人家的。你对阿兰这么好，我跟他又是青梅竹马的，我很疼他的。小时候呢，我们没钱，一盒饭两个人吃，一支口红大家一起用，
还有呢，连卫生巾我们都是一起凑钱买的。不过呢，她嫁领之后啊，我放心极了。我看她这么幸福啊，我真的是很安慰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见到姐妹们幸福呢，那我就很满足了。我这人就是这么简单的。他给你多少钱？不是钱的问题，维哥，真的不是钱的问题啊。是他们，是他们要跳槽的，我得考虑他们的意思嘛。他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双倍。到时候你下半辈子就无忧了。啊。嗯。啊，维哥，我求求你放过我，维哥，我求求你了，维哥，求求你放过我吧，维哥。好的。阿兰，我们姐妹一场，阿兰，你帮帮我。阿兰，啊！不要啊！啊！不要啊！不要啊！够了。你说够的。阿兰，别生气，我全听你的。我放他一马，给他一条活路，我送你回去吧。记着吃药啊！轮不到我死。好在我逢凶化吉，做几十次面膜也补不回来呀，哪都那么疼呢？他妈的！没这么早，走，他们在里面。嗯。妹妹，怎么了？什么事啊？女尸在里面。谁发现的？是一个大约70岁的老婆婆。什么时候发现的？今天早上7点。鉴定科职员来了没有？鉴定科的李 sir 在里面，他在里面工作。别让记者进来。是，长官。长官。李 sir 怎么样？初步证实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凌晨2点到5点，死亡原因是被异物袭击头部致死的。如果有进一步的化验结果，我们会给你一份报告的。好，谢谢你。好。对的，死者叫吕秀莲，30岁，是夜总会的妈妈桑。早上呢，她带了大批妞从维哥的厂呢转到全庄，终于搞到满城风雨。这里要注意啊，多照照。好。警官，什么事？警察谢谢办案。警察办案，警察办案啊！好，同志啊，哎，别乱动啊！警察办案，站在一边。哎，老板，把人放进来了。哎，老板，组长，合作啊！坐下，坐下，坐下，警察，坐下。哎呀，打错啊！队长，坐下，坐下，进来，进来。干什么？什么事？警察办案，快！哎呦，快点，快点，穿衣服。哎呦，坐下，下个吧，进来，进来。坐好，警察办案啊！关键事儿，坐好。警察办案。坐好，关键事儿。站一边去啊！哎，女穿衣服。快点，快点！哎，我们是警察，站一边。好，请站一边。我们是警察，站一边。师姐，这儿不是日本，不流行男女同浴的。我是尖沙咀重案组督察王兆明，想请温家维先生跟我们回警察局协助调查一宗凶杀案。有人死了，关我什么事啊？你跟我回去就知道了。师姐。我约好了一个红人妈巴帮我按摩，你让我按摩完再跟你回去行不行？对不起，我想你下次再来吧。你不是想我这样跟你回去吧？本来应该要这样的，但我不想鼓吹纹身。你先穿上衣服吧。纹身可以鼓吹吗？叫什么？封家伟。多少岁？55岁。性别？你不是吧？王小姐，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想……喂，我怕他记性不好，核对资料而已。你放心吧，我记性很好的。
刚才在浴室你说我纹身什么鼓吹，叫我穿上衣服再到警察局。我知道你表面上对我很好，其实你说话充满了歧视。老实说，有纹身的不一定是坏人呐。我认识几个比你大的，我就是说呢，职位比你高，他们都有纹身呢，那表示什么？啊，律师，我不介意啊。啊，在做笔录之前呢，要没等随便给我道个歉。是啊。对，有纹身未必是坏人，但这儿那么多案件都跟你有关，我想你是有纹身，可能是坏人。梅登，你说我的当事人跟多宗案件有关，有什么证据？你要明白，封先生这次来是协助调查，希望你注意。喂，我说请封先生来聊聊天儿，我真是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紧张，要请律师一起来。你用三部摄影机拍我，还说只是聊天儿？梅登，我有什么能帮你的？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封先生，哎，那我昨天晚上10点呢就回到夜总会，有伙计看见的，我12离开，大约12:30就回到家。没有客人见到你吗？对了，我忘了，金茂把你100多小姐挖走了，你哪还有客人呢？你昨天晚上有没有见到死者吕金莲？他昨天晚上到夜总会找过我。有没有聊过天？我们吵了几句，打了他几巴掌。用左手还是右手？左手也有，右手也有。难得你那么坦白，打他几巴掌就把他打死了。你怀疑是我？那倒是啊，打几巴掌没理由打死人呢。所以昨天晚上你把他拉进后巷，用水管把他打死了。这种人吃里扒外的，该死，对吧？要这么做吗？他来我的夜总会，我可以宰了他，还要拉他去后巷。不是的。但是鸡妈挖走了你那么多的小姐，你没理由打他几巴掌就算了。如果换了是你，你会不会杀他？喂，我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我只知道你有足够的动机要鸡妈死。Madam， 有动机未必一定要做。对，对啊。Madam， 你那么漂亮，每个男人都对你有动机，但是又可以做些什么？你这是恐吓我？哎，不是。啊，Madam，问了那么久也问不出什么，我可以走了吧？啊，梅登，我想保释我的当事人。好，我带我的手下帮你。不过冯先生，我想我很快就会请你上来，到时候未必是聊天了。冯先生，麻烦你在这坐一会儿。哎，谢谢师兄。冯先生，你先坐一会儿，快点去办。好，请给我办办手续。李 Sir， 这是你要的资料。谢谢。喂，你要他的档案干什么？王 Sir 叫我拿的，有问题你问他吧。你是哪个区的？我是慈云山重案组的，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调查他的。杀鸡妈的那个应该不是他。那我们是调查，不是猜测，这案子是我负责的，你别插手进来惹我讨厌。小姐，不单你一个人觉得我讨厌，我也觉得。马分上。好吧，帅哥长官。哎，如果香港多几个你这种长官，真是天下太平了。我没说什么。现在的地产商都是骗钱的吧？哎，请的什么设计师，这种房子都能建得成？哎，想舒服的洗个澡也行，碍手碍脚，切，水又没力，太过分了。每个月都差不多。啊，咦，怎么只有一个月租金呢？你上个月还没付给我呢。
不好意思，我刚转了工作。你这样付租金是逼我不租房子给你啊，我才不好意思呢。行了，下个月我给你。不行，我不要空头支票的啊，靠你的租金呢、啊、我早饿死了。哎呀，你看看你家里面弄得乱七八糟，满地都是报纸，哎呦，还那么多烟头。哎呀，你看看这烟灰缸，哎呀，抽这么多烟，你自己生肺癌死了就好了，你千万不要把报纸点着了，把我的房子给烧了啊，你还不把烟头弄灭。哎，行了，别烦我了。哎，哎呀，租给你这种人真是的。哎，我走了。约的是另一个朋友。太好了，我们幸好找到位子。那是我旧男朋友。你要到别处去吗？谢谢。这是他的。全都在这儿了，虽然很重，你的朋友可以帮你。我看差不多了，再见。还没到时候交租啊，我带你看看房间啊。喂，你干什么？租个房间给外甥女住喽？那怎么行啊？为什么不行啊？你欠我整个月的租金，我不租个房间出去怎么维持我开支啊？我租下的嘛。你租下全租给你啊？我没答应。我一下一个人住的，你突然叫个女孩子来住，这很不方便的吧？你想一个人住呢，你就搬到酒店去住，酒店的房间全部租给你，我只租一个房间给你，其他外面的地方公用的。Hello， 我叫 Gina， 你呢？你没事吧？你别管他了，你过来，我告诉你厨房的炉子怎么使用。哦。
你先洗把脸，待会儿呢还有家私会送来，你有什么需要呢你告诉我。嗯，那我告诉你啊，我外甥女刚从外国回来，她什么都不懂，你别胡来啊，我随时会上来看她的，你知道吗？放聪明点。哎，老婆，哪套好看呢？啊？我看差不多，浅的那套吧。好啊。哎，快七点了，你还不换衣服？你自己去吧。不是吧？说好了夫妻俩请他吃饭的嘛，我一个人去不是很丢脸吗？就是为了你的面子，我陪你应酬了那么多年，你究竟有没有想过，到底我喜不喜欢去？你不是不舒服吧？哎，你不是第一天当我老婆，行走江湖不出去应酬，喂，很容易人间蒸发的。你不出去应酬一下，外面的人哪还知道你存在啊？人家以为你移了民，退休了，做了见不得光的事，不敢见人，跑路了。哎，别这样嘛，哎，换衣服。嗯 ，OK， 你说够了吧？我去，现在我换衣服，你等着。去找香港国际刑警查一下，看这日本人是什么来头。是警官。Oh, it's 2 years ago. Why when you come to my villa in Hokkaido? 3 years already. Ah, three years ago. Mrs. Fan, do you remember it? Yes, of course. Enjoy it so much. Indeed, your house is so lovely. My wife told me that was her most beautiful house that she has ever seen. Really? Yeah. Bagimasu. Are you sure? Positive sure. You must be kidding. No. I'm serious. It's due. Oh, how can I be sissy? Omedeto. 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どうぞ。はい。阿成，继续盯住甘泉那边。OK。西川，你那边呢？没看到封家伟想跟甘泉开打的小动作。你昨天晚上2点半闪到哪儿去了？我去吃东西而已啊。吃东西不是不可以，别走那么远嘛。姐，对不起啊。姐有消息。原来他真是过江龙啊。我看不代表你不用说吧，你告诉其他兄弟吗？sorry， 日本警方一直有人在监视他，日本方面也怀疑他跟许多金矿买卖有关系，甚至很多邪教的武器都怀疑是一个叫中村义男的人所提供的。封家维为什么要约见军火商？如果要对付甘泉，那就糟了。早。你满嘴都是牙膏啊。
你好，有没有人坐啊？啊，没有。这里什么最好吃啊？还都不是那些。有什么是最好吃的？火腿通心粉、冻奶茶、三蛋治啊。你要吃点什么？我要他那种。行，知道了。过来一个。你好，有没有人坐啊？什么最好吃啊？我要他那种。哎，麻烦你，有没有冰冻的意大利咖啡？冻的他那种，少一点糖。行。一緒に仕事できることを嬉しく思います。私もです。我们也是。请问有什么贵干？我要找你的老板甘泉。我要金巴旗下所有小姐的名字。全く問題はありません。そうですか。这一张是搜查令。带我的下属去开金巴的储物柜。不好意思 ，Madam， 请在这儿等一等，我要请示一下我的经理。不好意思，中村先生，我有事要出去一下，我待会儿再进来。休養ができましたので少し席を外します。分かりました。给我找几个懂日文的美女，好好招呼中村先生。是的，群哥。你好，找我，我是甘泉。没什么，想问你关于吕金莲的事。一年之中，夜总会的小姐总是出出进进的，这很平常的事吧？不对吧？带100多个小姐跳槽，这叫平常吗？你想知道金妈的事吧？我介绍你认识我们的经理。要不你照顾他们，算我的账吧。是的，全哥。慢点，请这边。不好意思。先ほどの安全問題について。何か他に言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か？刚才你提到的安全问题，有没有需要再补充？放心吧，这是警察巡礼的工作，调查金妈的死罢了。心配ありません。綿密に準備しておりますから。分かってます。しかし私たちはもっと気をつけなければ。分かってますね。明白。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明白没有？这个当然了。OK。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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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封先生，耽误你不少时间。这么大笔钱，手续未免要繁复一点。封先生，这是港币2300万元的本票。封先生，你看看名字和银码对不对？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麻烦您在这签个名。好，谢谢。不客气。风险支票。凶手的外形到底是怎么样？他是不是戴眼镜的呢？他是不是穿渔网外衣的同性恋呢？自己看见了也想吐。厉先生，你是不是第一次来？我是第一次来看心理医生的。但正确来说应该叫临床心理学家，不过无所谓，这是很多人普遍的叫法。干脆你说说你来看心理医生的原因吧。你为什么要想啊？我现在再问你一次，你要立即回答我，为什么来看心理医生？你先不要问我为什么好不好？
我想问你，我为什么那么讨厌那些议员？啊？你觉得我为什么讨厌那些议员？为什么？又或者在夜总会工作的妈妈桑，我为什么那么憎恨他们？哎，慢着，为什么你要这么憎恨他们呢？是不是他们曾经做过伤害你的事呢？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我想他们死。我现在再问你几个问题，你只是回答喜欢或讨厌就行了，用你最直接的感觉去回答，知道吗 ？OK。例如工作呢？是不是每个人都讨厌工作？那就不可以不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那么憎恨他们呢？你一定很讨厌你的工作了，对不对啊？我不知道，有时候挺喜欢，就有时候又很讨厌。到这一刻为止，你认为我没有问题吗？哦，你挺多问题的，来我这儿的人多半是说话多于发问。那如果我跟你说，我想杀你，你有什么看法？啊，不会吧？我们之间无冤无仇，又没什么利害冲突，表面上来说你没有什么杀我的动机啊。如果我要杀你的话，不需要什么原因的。那倒不会完全没有可能，外国有过这种例子，但是我觉得你不会啊。不会什么？不会杀我，通常，你不会无缘无故的乱杀人，这个，根本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啊，不然也不会来看心理医生啊。不可能无缘无故。啊，时间到了，你可以出去跟护士预约的啊。我一定会再来找你的。杀人是不会无缘无故的，他有什么原因要杀人呢？5月24日，区议员。全都是报刊刊出两天后他才动手。不是阿Sir，那凶手一定是很关心时事的人，他看到什么不公平的事就立刻杀同样职业的人。如果你为破连环凶杀案而做警察，我可以不怪你。别以为每一宗案件都是一样的，我请你一个就行了。阿Sir，你给我半组人让我试一个星期试试好不好啊？神经病，每天那么多新闻，你能跟哪一宗？叫解放军帮忙也不行啊。那你给我三个。
老婆，老婆，老婆，老婆。干什么？有老鼠啊？不是啊。那你吵什么？有蟑螂啊？不是啊，我想上来看看你在干什么而已。你没事就快点睡吧啊！我今天晚上很忙的。我一个人睡啊？不要了，两个人一起睡吗？喂，别拉我，别拉我，我打错字了。我们一起睡好不好啊？老公啊，我今天晚上不想啊。我不是想做爱，我想跟你一起睡而已嘛。你今天晚上干什么？我真的有很多工作做。我今天见到一个病人，他很古怪又很可怕。好了，我明天早上再听好不好啊？我今天晚上真的很忙啊，好吗？晚安，乖啊。干什么？喂，先生，在医院是禁止用手提电话的，请关掉它吧。什么事啊？什么事啊？去！搞什么鬼呀？金娜，金娜，金娜。在哪儿？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我本来在看恐怖片的，突然就全都黑了，没有电了。我想去厨房看看那个电箱啊，然后呢又听到老鼠的声音，我好怕呀！我一个晚上遇到三样我最害怕的东西啊，恐怖片，好黑好黑啊，还有老鼠啊！我在这儿。这边坐升降机到703室。哦，谢谢。出了升降机转右，在中间的位置。谢谢你。下面有什么好看的？下班没有啊？一起回家啊。一起回家？是啊，我在附近逛完街，我本想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回家的，但是很闷嘛。我想起你在附近上班，所以就来找你，两个人可以做做伴嘛。那么还要等你多久啊？你等我先去个厕所。大叔，一起回家。他说要跟我一起回家。
李文雄，是。啊，大哥兄，阿伟啊，哎，你别说话，我有件事要你帮忙。我岳母刚刚逝世，哎，百年归老罢了。是这样的，他出殡那天呢，订不到焚化炉。9月12号，满了，那我不管你做什么。9月初8，12号，下午3点，你把前面的尽快烧了也好，把后面的抽起来也好，给留个时间给我，好不好？好，电话说话不方便，啊，全靠你了。你不用来了，花牌我会帮你送的，啊，谢谢。小黄呢，在殡仪馆帮你办了点事情，放心吧。那些花呢，我是向朱姐订的，很漂亮，很新鲜。我妈生前常说，她死了以后不必花费的太多，她人已经不在世了。经理介绍香姐帮你妈妈化妆，问你好不好？随便吧。哎，别这样嘛，事情完了之后我陪你去日本玩几天，好不好？这个时候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以后再说吧。吃完了，那么你应该有事。没错。哎，伟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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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伟哥，伟哥，伟哥。徐呀，徐老魏报是吧？哦，啊，对对对对，你放心好了。去买汽水啊！哎，行，威哥，那些记忆够不够？行，我去看看。威哥，不必担心。哎，你看看什么没做好，我叫阿荣给你摆平的。啊，行了。啊，是。哎，你整天没吃东西了。家人给你买点吃的好不好？我肚子不饿，不想吃。你也没吃过东西，叫人给你买点东西吧。不用了，我肚子也不饿。我帮你叠。不用了，我自己叠就行了。你去招呼你的朋友吧。有客到，留名后的来宾请上前行礼。来宾行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哎，喂，伟哥，谢谢。我在尖沙咀开了8000尺的桑拿大厂，有空来捧场啊。今天不谈生意啊，好，请坐。哦，招呼客人。有客到，来宾请留名。留名后的来宾请上前行礼。什么玩意儿？他也来了。请留步。行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谢谢。节哀顺变，谢谢。好好保重身体。请到那边坐。好。灵堂不错啊，留给你用吧。我知道你生我的气，鸡妈的事我想跟你坐下慢慢聊。我吩咐过手下带小姐跳堂，不用带那么多，要紧的是跟你有事多商量嘛。去，今天什么日子，跟我说这些话？那倒是，阿凤啊，不，嫂子他妈的丧事办完之后，我们再慢慢聊吧。对了，嫂子近来身体不太好，你多点关心她。我老婆的事要你管？
你们两个吵什么？出殡的时候到了，进去啊。关灯，关门了。自己人抢劫，自己人，你没事吧？我没事。喂，对，保监，对，去什么地方？Re-party， 什么 Re-party？ 去，谁说不去Woo!
到的，我一定抓到你的。你搞定没有？快点！哎，你先放下，让我检查一下。你别烦我，我赶时间，我要走啊！哎呀，去，先生。哎，你在什么地方健身的啊？哇，你像泰臣一样。哎，我们有四个人呢，可以凑成麻将台子啊，够人打牌了啊。喂，我有事情要问你。然后我赶时间，你明天打电话去我诊所跟护士约时间吧啊。喂，我那么辛苦赶来，你跟我多聊一会儿吧，好不好？我下班以后不见病人的。喂，王医生，喂。王医生，我在 disco 碰见一般什么混账的臭小子们，又吃迷魂药，又摇头，又乱搞男女关系，我很生气，我很讨厌他们，而且他们死了，你告诉我，我应该我是不是？喂，还有你啊，喂，我还没问完呢，喂，你别走。伟哥，潍坊有没有课？没有啊，伟哥，给我拿酒来。是。谁生日啊？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伟哥 ，Happy birthday to you。生日快乐！喜宴。你们真关心我。好的。嫂子。威哥，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嫂子安排的。是啊。生日快乐。谢。事情我已经办妥了，下星期我就走。Take care。威哥，吹蜡烛吧。吹蜡烛，好，吃蛋糕，吃蛋糕，哎，对，我很开心，我真的开心，生日快乐。早。你是不是想听歌？无所谓啊，看看新闻也一样啊。我吃早餐。我煮了香肠鸡蛋，你先吃吧，我再泡奶茶。谢谢。这丝袜奶茶是我向楼下茶餐厅的师傅学的，你试试啊。
怎么样，好喝吗？你九张万字下地了，那个王太太还打万字出去，她怎么想的嘛？是啊，有什么不能？你看看，害得我输钱呢。你那个死鬼男人有没有在外面胡混呢？那么多楼梯口不去，偏去那些有七彩灯光的，不是去招妓，难道是去帮人家换霓虹灯啊？都不忙的。是啊。新闻呢？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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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先生，请靠在伞上。不用了，你会把地下弄湿的。哎，我要上去了。我叫你套在伞上，你给我出来！你什么态度啊？你出来把伞套上去，听到了没有啊？林总，你干什么？啊，对不起啊，陈先生，啊，实在是对不起。神经病，你怎么搞的？我叫他把伞套上去而已。我对你的态度很不满意，明天不要上班了。早，怎么得这么早？等你啊。昨晚你见到我？对呀、啊，你欣喜的样子挺可怕的呢。是吗？没了那份工作再找另一份嘛，你知道自己没做错就行了。但现在找工作很难。别想了，跑啊！跑去哪儿？跑啊！喂，跑去哪儿啊？怎么样，累不累啊？不累，不过有点疼。怎么？你穿球鞋跑步，你看我，我穿凉鞋，脚很疼。我觉得呢，你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内向了。我也觉得，可能是我一向独居的关系，又没有家人，朋友也不是很多。上班下班。看看新闻，去茶餐厅吃早餐，很闷呢、啊。是你搬来之后，好像多了个家人一样，都是因为你。谢谢你。那大家一起住，互相有个照应。小时候妈妈常跟我说，出门呢要靠朋友嘛。你当我是你朋友？那你当不当我是？现在的年轻人才那么多花样啊！老实说啊，看心理医生吗？要几千块钱呢、啊。哎，那些洋鬼子的臭玩意儿啊，哪适合我们中国人啊？谈心事，我们年轻的时候可有心事了，那么就去富士舞厅跳个舞谈心事喽。那什么事都没了，哪用看那些什么老实的心理医生啊？哎，现在就有个病人呢，要告那个医生，说他滥收诊金，几万块呀、啊，够做前列腺手术了。随便来个人拿车也行啊，来帮帮忙啊！哎，就进来了。啊！是。为什么开我车？我车是我的。我哎，走开！不，别挡着。走开，走开，走开！哎，走开！帮忙！不，哎，帮忙！走开！走！陪我去拿车。帮，我帮，别走！哎。
可以来受斩金的？去死吧！去死！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感觉？喂，别动！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举起双手，别乱来！举手！举起双手！你真是疯了，范兴叔，拍戏，就算是拍戏，你这种警察也是白痴的那种。你知不知道弄出这么大白痴的事情，报纸会怎么写？我怎么向上头交代？我一定会抓到他的。抓他？你会抓人吗？用手铐把犯人逮捕，这叫抓人？你扮凶手杀人，抓什么？抓的跟精神病一样差不多。长官，我不是疯子，我只是想用这种方法，才可以想象他是想怎么样的，想找什么目标下手。算了算了算了，我不想你扮病人那么辛苦。我现在命令你立刻去看心理医生，直到报告说你 OK 为止才来见我。出去。老公，你没事吧？我听到下属说这件事，就立刻赶回来了。那个疯子已经被人停职了。为什么对付我？神经病！这样吧，我这案子一做完，我申请假期跟你去旅行。不用，我是心理医生，我是临床心理专家，我有专业精神。我行的。我现在，对不起，老公。冯先生，请这边。嗯。冯先生，你们两个坐那边。哦，是。冯先生，这边坐。请坐，冯先生。今天这么清静，今晚想吃点什么？没什么胃口，尽管拿瓶红酒来吧。好的。喂。如果一会儿谈不拢，我给你电话，你们进去烧了他。阿荣，什么事，伟哥？好，啊，好。先生几位啊？找人。啊，是不是约了冯先生啊？啊，请这边来。辉哥来很久了。这位先生想喝点什么？给我杯红酒。好。这餐厅挺高雅的。我以前跟我太太常来这儿吃饭呢。现在潮流流行喝红酒。行吧。我们以前出去混，大不了喝两杯啤酒。然后就喝白兰地。是啊，看来我们也得跟潮流走啊，是不是伟哥？要跟贴潮流，你甘泉是最了解了。啊，对了，中村上机之前还要你带他出去玩吗？他常来香港，不用我带。哼，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损失可惨重喽。可惜，可惜。5000万那么多，现在见财化水了，我就觉得可惜。倒不是，有得有失，上面早已经安排好了。你在我身上讨那么多好处，中村这交易所以拉倒了。上面安排是维哥你安排的吧？你破坏了我5000万的生意，这2000万你一定要赔给我。你要我赔？现在流行啊，
流不流行我不知道，这2000万我一定要收。你跟我算账，鸡妈，我厂子的妞，我老婆，甘雪，你给我2000万我也不要。中村这件事只不过是利息罢了。既然你这么说，你想想吧。不好意思，我去洗手间。喂，给我办事。是。行动，坐下，别动，别动。妈的，这么久，哎，你去太久了吧，弄得我几乎想找人算账呢。想怎么样？你神经病，我没话跟你说。你能对付别人，早料到别人会对付你，出来混，打死无怨。你想想吧，结账。伟哥，再坐一会儿。身份证是谁的？是我自己的身份证。看清楚点儿。哎，这边。你干什么？给我坐下，老实点。人为财死，他断了你的财路，你还那么吃亏，把命也送给他。断什么财路啊？喝酒碰上了，一言不合就打起来，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了中村打架？我不认识什么中村。你不认识？你是一个大老板，你会亲自进房招呼一个日本人？大姐，我们做的是夜总会生意，因我们成功，所以事事亲力亲为而已。封家伟是不是跟中村交易了？中村雅俊我就认识。你没必要帮他，你挖走了鸡妈，他是不会放过你的。这样吧，跟我们合作，鸡妈那件案子再加上军火，他下半辈子都要坐牢，你怎么看？我告诉你，关不关他的事我不知道，我就一定没事。帮我盯着他，这边啊，还说这么多话？怎么，他要不要红酒啊？刚才喝了很多，在警察局喝红酒，情况不对啊。为什么要杀甘泉？你弄清楚一点，是他杀我。你吃了人家的生意，他怎么会放过你啊？我吃了他的生意。那批军火。我真不知道你说什么军火。他们打群架，你会不知道？我一向是人多势众的，我上街人多势众，买香烟人多势众，吃宵夜人多势众。住口！我告诉你啊，你不跟我合作，我一定会盯死你的。我再问你一次。鸡妈、日本人、甘泉和那批军火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件事你最清楚了，啊！我是个小角色而已。故事怎么样？你是导演又是编剧。结局怎么样？你最清楚了。你问我？你有毛病啊！把他们全都抓回来，连龙头老大都抓回来了，你想告他什么？非法集会、打架伤人，我叫你破军火案呢、啊。现在连烟花都没有。中村6:30已经坐飞机回日本了。走了，阿 Sir， 如果当时我不制止他们，事情会很糟的。糟能比现在糟吗？这里是警察局，你知道吗？小混混比警察还多呢。你快点给我打发他们走啊！
啊，赵带方先生出去。是，方先生这边。长官，你别推我，走，你自己走，我就不会推你了。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手虾寿司啊？那个时候你常常和你女朋友，总而言之你喜欢吃。谢谢。喂，那天我拿了几个红白蓝的袋子给他，是不是他的朋友拿走了呢？当然是他朋友帮他了，那么重。现在航空在哪里？这边下去左转。哦，谢谢你。忘了你今天就要走，你不必赶来的。不，没事的。不好意思，我先进去了啊。你还记得我们的电邮地址吗？记得，是yumi@yahoo.com， 我记得。对了，是我们一起注册的，我们已经试过一百次，超过一百次了。我们想过用 you and me。给我电邮好吗？送飞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情愿接飞机。如果你需要别人接飞机的话，请你不要介意，我一定会准时到的。打电话给我好不好？好不好？拜拜。再见了。交给嫂子。是，伟哥。先生，这里不能停太久的，前面。什么事？哦，你们是一起的吧？对了，这不能停太久的，前面有停车场。停什么车啊？我们等人啊。这不能停太久的。你见车子就赶，你看清楚这是什么车子啊？没分别吧？没分别，你睁着眼睛看清楚点。你不要恐吓啊！关你什么事？关我什么事？你们三个人欺负这个保安干什么？你也来送飞机啊？记者准时入闸，谢谢。不用。嫂子，威哥叫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他说：“谢谢你的电话。”嫂子保重。是我，刚劝他带人来了，你赶快走吧。为什么要通知我？我是你老婆，我担心你，所以跟你说。你担心我，那为什么要走？
几年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总之我过得不开心，所以我跟甘泉在一起，对不起。你放心吧，我已经决定离开香港，以后再也不会见他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他真的带人来了，你走吧。阿兰，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走。多保重，再见。我还没找到杀鸡妈的凶手。啊，他们还没有正式控告我。啊，你一定要帮我把那个坏蛋抓住。真奇怪。奇怪什么呢？啊，自从鸡妈那件事之后呢，我就每一件事情顺利。那么巧，由开始调查这个变态凶手开始，我跟我女朋友闹到了。我刚刚送完她飞机，她跟她的男朋友去加拿大了。这么巧。哎，我们快走了啊！哎，希望你早日查到那个扫把星啊！我想没什么机会了，长官刚刚把我停职了，说我过了界。放心，我们中国人说的“举头三尺有神灵，有因果报应”的，这件事我最清楚。威哥，搞定了。好，拜拜，祝你好运。现在做警察和做保安都一样的难做。我砍断你的腿，你这混蛋，砍断你的腿，砍断你的腿。你刚才那个人呢，有胡子的，跟我差不多高，你同事去哪儿了？阿区啊，他下班了。你喂，王 Sir， 我知道凶手是谁了。警车司机与劫刀割后颈，那些贼人可真是太狠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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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清先生可以进去了。去吧，医生会帮你的。你真的不怪我？不会，你有病吗？快点去啊，我在这等你。我没事了，我没事了，我没事了。我是临床心理学家，我是专业的，我不怕，我应付得了的。但是我现在有点怕，呼吸可以控制情绪。医生，我没事了。医生，现在怎么办？有什么就从头再说吧。我现在一个人住，从小到大都一个人住。我是个孤儿，不知道父母是谁，没什么朋友。我现在的工作又很闷，很烦，每天应酬那些
问我厕所在哪儿的人，问你家店的在几楼。我觉得那些人很烦，真的很烦。我常常讲转换环境，但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多很多压力，但是我说不出是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恨戚语言吗？为什么要去做妈妈桑？所以我要恨他们。总而言之，我要他们死。是不是每个人都讨厌工作，但又不做不行？所以我要讨厌他们呢。我要杀你，需要原因吗？不可以来收诊金的，会死吗？我也很想杀死你啊！我是临床心理学家，我没事，我没事，呼吸可以冷静。我是临床心理学家，我没事，我呼吸，我没事。